真情六十秒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快乐涌上来。来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两部，这个婚姻的状态就看得特别清楚了。两个人都想好，但是各走各的。你不观察一下他怎么走吗？他当老婆的不看看老公是从哪儿走的吗？还听你的话，回家好好磨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各位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为我难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来，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拿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看起来是妻子的主诉，是你什么都不听我的。其实聊到最后，你才发现，这十几年来，夫妻俩都太缺对彼此真的关心和真的爱了。这种爱如何的外化的表达出来，其实对于很多恋人来说，也是一个课题。所以多看我们的节目吧。